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个谭玄灵就是个嘴把式，不可信，还是我好。不仅不会过河拆桥，而且呀，我为你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是吗？啊？那你现在帮我把门敲开，让谭玄灵出来跟我说话。 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，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，也是个嘴把式。走了。哎，你回家吗？我送你啊。不用了。哎，老苏。妈妈。 跑没影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我是不是受伤了？要不然我心跳怎么那么快啊？你镇静不过3秒，起来。这已经是我第2次救你了，看来啊，你五行还真缺我。 发什么呆呀？是不是被我帅气的脸震慑到？少油嘴滑舌！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，只不过这次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饶你一次。走了。 他没舍得打我，看来我真的是有心了。